来，美们，纪梵希大牌口红来了。来，美们，纪梵希，哇哦，这个是他们家最厉害的一个蕾丝包装，就是超级高级的一个蕾丝包装。来，11号色，嗯，感觉这只会美炸，真的，这只会美炸。来，第一支11号色，来看一下，我知道非常好看，而且滋润型的。这支唇膏是滋润型，很好上色的同时，它的色料比较的薄，所以涂在嘴巴上没有任何的厚重感跟负担感，而且颜色好看。这支颜色 N11 叫做御姐橘，这支颜色真夏天，你怎么用它都没有任何关系，你怎么配衣服都绝对不会出错。哦，它这个橘色一点都不俗，而且这个橘色真的好好看。这支颜色好看吗？这支颜色真的好好看哦。感觉嘴巴很漂亮，超漂亮的一支颜色。来，我补个散粉，我脸上太油了。它是那种橘粉色，不是那种很橘很橘很橘的颜色，有点出油了，我压一压哦。哇，你看这个颜色真的好高级，这个颜色好好看，这个一定要买哦，这个颜色一定要买。来，下一支，这支颜色叫做纪梵希红，就叫做他们家的颜色，就是纪梵希色。12号色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支颜色是纪梵希色，它是一点偏玫红调的，它是一点偏玫红调的一支颜色，是如果你皮肤白的话涂它很正，你皮肤白的话涂它就是女神，就是仙女本人，好吗？这支颜色你只要皮肤白，仙女本人，如果皮肤不白，我建议你们就是慎重选择啊。有12号色是女巫色，不好意思，12号色是女巫色啊，女巫色。你薄薄涂的话是一种比较偏玫调，然后你全唇涂的话就会比较的显气质一点点。这支口红的触感真的好舒服哦，就是很容易上色，而且它的那个质感是薄薄的，但是是润的，但是又不油腻。它里面有黑玫瑰精油。是的，就是不会油腻的一支口红颜色。好看吗？是不是很不错？这支颜色还蛮漂亮的，对不对？这是12号色，来，我们下一支，来10号色。先10号色，然后再14啊！哇，这支颜色，这不是姚晨色吗？你放狗屁！这支10号色，这支颜色10号色是一支很裸的一支豆沙色，嗯，非常非常裸调的一支豆沙色。如果你是一个不喜欢化大浓妆的女生，你喜欢妆容比较的精致，然后比较的不那么显眼，然后比较伪素颜的感觉的话，你可以买这支10号色。好不好？10号色的话就是一个叫做它的名叫做帅 T 色，然后我们来全唇一下10号色。10号色这一支可以买，我觉得这支可以买，这支颜色好看，滑皮女生都可以涂，就是一支很漂亮的豆沙色，而且显色度很高，还蛮高的。好看好看，这支颜色好看。妈妈来，我们下一个14号色，来我们的这一支14号色。哦，这支颜色也好看，14号。14号是有点番茄红的感觉，14号黑皮白皮都可以买，这支有点番茄红的感觉，很亮肤色。看一下这支颜色，番茄红的感觉，特别特别的亮肤色，而且它那个嘴巴看起来像水蜜桃的一个质地，有没有？有点像那种水蜜桃，现在比那种普通的水蜜桃色要更加的好搭配，更加的好驾驭，因为其他的水蜜桃比较偏粉，这支水蜜桃是有点偏橘。这是水蜜桃色，有点偏橘色，很漂亮。这支好看，14号好看，怎么办？我现在觉得11号跟14号跟10号色都超美，质地是水润，巨美，质地是水润型的，质地是水润型的。这支很好看哦，对不对？就是它会是一支你会天天想要涂它，现在天天想要在包包里面去，然后你不知道怎么选择口红颜色的话，就是买这一支，就涂这一支的颜色。下一支13号色。13号禁忌红，感觉来禁忌红会你会喜欢。 No， 太薄了是吗？不是，太水，太粉了。你上唇试一下。我用什么颜色都好看，但这支颜色不太适合于黄皮，但我觉得真的很好看的。这支颜色一点都不显高级，我说实话，他们老板听了可能想打人，但是我要说这支颜色一点都不显高级，太少女，太少女，对，这颜色太少女，没有刚刚的那个颜色好看，没有刚刚的14号色好看，对，好看啊，没有刚刚的14号色好看，这颜色太过于少女，好不好？太过于少女感了，听懂了没有？
好不好，美们？这支颜色太过少女感了，我不太喜欢哎，这支。但是是我涂了很好看。我们就是少女啊，这太少女了吧？看直播的都是少女啊。OK， 大家想要买，想要变少女的女生就买这一支吧，好不好？想要变少女就买这一支，这一支我觉得不太显高级，而且皮肤黄的女生不要买这一支啊。皮肤黄的女生一定不要买这一支。来，下一个16号色。来，我们下一支16号色。Now 16号色不要。你把你喜欢颜色看一下吧。16号色不要。来，这一支看一下，它叫做15号色。这支阿宝色的橘会显得人很白很白，就巨白那一种。如果不太就是敢涂它，你看我超白。这支颜色涂完之后就会变超白，看一下，就是你们可以看到了没有？刚刚我没有涂口，我没有这么白，我涂完这支就会巨白。如果你是个白皮，你买它，真的相信我，如果你是个白皮，你买它会变得巨白，就白到发光，就这一支，真的就是发光的一支颜色哦。然后我圈圈一下，喏，会特别特别的提亮肤色，好不好？来，这支08号，哟，这个就是纪梵希标准色，比较偏梅紫调的一支颜色，也是很洋气，很洋气，特别特别御姐范的一支颜色，有点偏紫调的。然后我全涂厚一点给大家看啊，看这支御姐范，有点点偏紫豆沙的感觉，看着可以看到吗？紫豆沙。这支颜色是8号色，来给你们总结一下必买的几支颜色。第一支颜色11号色，如果你想要一个橘色比较那个好搭配的话，我建议你买11号色啊。